英王陛下政府盼望日本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否则我国也不得不重新考虑采取任何直接的和积极的措施，以保证在华的英国人的利益。您看这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的。三天之内你交不出凶手，我就要把你交给日本人。 Yes sir。 Go。 上峰有没有来电？没有，最近消息突然像断了一样，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得到过回复了。继续发报，直到回复为止。是。喂，是我。眼看三天时间就要到了，日本鬼子又加派了一些军队，驻扎在英租界的周边。如果他们一旦攻击英租界，那我们的基地就都要被毁掉了。我根本不可能交出凶手，这件事明摆就是大野洋子一手策划的，他就是凶手。还有一个办法。说。如果有人出来自首，日本鬼子就没有攻进来的理由。我要。不行，绝对不行。我告诉你，我们不能再做这样无谓的牺牲了，这种牺牲根本不可能阻止日本人占领英租界。听我的，随时准备放弃基地。所有人听着，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如果日本人进入英租界，立刻销毁这个基地。如果上峰有回复，立刻通知我。是。怎么是你？程京主死了，啊？是大野洋子干的。你确定是他干的吗？一定是他。程京主死在了英租界，这是日本人可以强占英租界最好的理由。我低估他了。可是英国方面就没有什么措施了吗？日本人这次是铁了心要强占英租界，现在又出这样的事情，我估计拦是拦不住了。我给你们每人准备了新的身份，如果有必要的话，马上撤到法租界去。那你的开天计划怎么办？暂停，等过了这阵风头，我再组织你们行动吧。那英租界的地下基地，如果日本人真的进来了，我这个探长都没法干了，一切都得重来。你们收拾收拾东西，随时准备撤离吧。在干嘛呀？四儿，这是我的辞呈。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不是，那个杀死中国市场的家伙已经自首了，被日本人带走。自首了？对。这倒霉蛋是谁呀？
这位一直埋伏在日本宪兵队，好像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叫他古翻译。古翻译，对。怎么了？好像不开心。哎，开心，开心。罗汉，开心，不用辞职了，好好干。鬼子这次真的要撤呀？当然如此。敌人，干什么？现在不是悲痛的时候，都给我打起精神来！是。坐。上峰有没有来电？今天早上刚刚收到。回电。我们一定对江津地区的日寇采取行动。另外通知所有抗日抵抗成员，让他们傍晚之前到这儿集合。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撤兵，英租界胡乱找个凶手，这纯粹是搪塞。以退为进，才是最高的战术。报告。进来。英租界自首的古姓疑犯在押回监狱的路上服毒自杀。哎，韩烨干嘛去了？怎么还不来？韩烨，你总算回来，大家都在等你。黄胜廷在约定的时间已经快到了，准备出发吧。等等。我发现情况有些不大对。怎么了？我是从日租界过来的，经过宪兵队的时候，我发现里边停了不少军车。那些日本兵正在检查汽车车况，给车加机油。那又能说明什么？军队只有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的意思，鬼子要有行动？你们不觉得日本人行动的时间和盛天来约定的密会时间太不合了吗？快走。
张姐。不等了，诸位，现在英租界和日租界的情况你们都应该知道了。我们必须趁着英租界的基地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的时候，对日本人采取行动，给他们强烈的打击。好，好，我的计划是这样的。直通到他们地下室，丢催泪瓦斯。嗨，都清楚了？清楚了。到时候我们还是以小队为单位，互相配合，共同行动。只要能抓住小泽一郎，我们就有筹码来要挟日本人。这到底什么情况？开门！开门！好多箭！进去增援。是有备而来的，我们不能恋战。带上伤员，跟我走。走。这边。
放。韩爷，我来掩护，你负责效果这个基地。好。你放心，我们大家暂时停止活动，不会有事的。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太过分了，这是午饭肉不认的，你真是像掀起一场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这些抵抗分子都是在英租界抓的，而且他们的头正是英租界巡捕房的大探长，您的爱将盛天来。盛天来？这不可能吧，他在我的手下工作过好多年，那你现在要怎么样？我们将会对整个英租界进行大面积的密集搜查，逮捕所有隐藏在英租界的抗日分子。请你转告工部局董事会，在英租界当局认识中日关系的新形势，在与日本互相协力，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前，我们绝不罢休。你敢！你要干什么？我们中国人死也要死的体面，我要把他们安葬，他们都是中国的英雄。走走走，我们一起来。大野特使，你还不清楚吗？中国人是杀不完的。抗日小队的地址。怎么样？那天成功从地道逃走的，都已经安顿好了。他们抓了不少抗日分子，把这些尸体放在广场示众，据说尸体不少。都怪我，都怪我！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只是我很奇怪，那个大洋子怎么会这么精确知道你们开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呢？对呀，坏了，这儿不能待了。为什么？你给我好好守着。基地被捣毁，所有的资料都有可能泄露，这儿不安全了，快走。你们好，我快走，快走。Thank you.
不多了，怎么办？想办法撑出去。 张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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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叔。
张叔，我不是一个称职的队长，我对不起你和张川。张叔，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一定会杀光所有的日本鬼子。当你们第一次踏上战场，第一次接下对抗日本鬼子的任务，你们的心里就应该清楚，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随时都会面临死亡的威胁。前行的路上充满了黑暗、鲜血和危险，而这条路就是由无数的革命先烈用他们的鲜血铺成的。也许日后你们还会经历更多身边战友的牺牲，甚至是你们自己的牺牲，但是你们要记住，每一个牺牲都弥足珍贵，每一滴鲜血都充满了希望，都是为了建立新的中国。日本鬼子不仅侵略我们的国土，更践踏五国五民的尊严，他们想用残忍的杀戮和残酷的死亡让我们屈服，可是我们要振作，要奋起，要满怀信念，要迎向光明。张叔，你放心，我们一定会继续走下去，直到迎来最后的希望。来来来，今天就让我为你这个功勋者来倒茶。不敢，杨子何德何能，能得将军如此厚爱？再说，所有的胜利都亏了将军指挥有方。啊，坐坐坐坐坐坐。杨子啊，你认为我奖励你，只是因为你杀死了几个抗日分子吗？哦，是因为你帮助我们打开了英租界的防线，这才是你最大的贡献。恕杨子愚钝，杨子不明白。很快你就都明白了。你是不是搞不懂你们秘密的会议的准确时间和地点为什么会被大野洋子知道？是为什么呢？我们的电台一直对鬼子的密电进行监听，你的顶头上司彭处长已经叛变投敌了，我们怀疑这跟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Thank you.
七七事变以来，江津市抗日形势日益严峻，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我们急需发展新党员，增加党内有生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我郑重向组织推荐胡一凡、娜塔莎、韩叶、端景荣、何叶小七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五个人是我领导的民间抗日小分队的成员，他们在多次抗日行动中出生入死，战斗英勇。他们虽然都是青年人，但是团结勇敢，战斗力强，战果丰富，是一支日渐成熟的抗日力量。尽管他们不都是来自工人阶级，却思想进步，以我中华之解放为己任。在这几年的相处中，我和他们是战友，更是亲人。我建议吸收他们入党，请党组织批准我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表明我的党员身份，并引导他们向党靠拢。江津市党小组组长张望北。出卖了，你去跟死去的兄弟们问问，他跟你们商不商量？你别冲动，这也不能全怪我呀，也不是我一个人受了气，局长也受了一把。你想想，要不然我怎么能保住？无耻！你还记不记得你是个军人？军人，军人算什么呀？啊，连党国都不是曾经的党国了。你好久没回总部了吧？你知道吗？随着战局的紧张，我的内部已经成了一团乱麻了，人人自危，几个局长的内斗害死了上百名特工，结果怎么样？却让我来做替死鬼，我不跑我就得死啊！我也不想背叛党，这都是他们逼的我。那你跟那个日本人勾结，残害自己的同胞吗？日本人他愿意给我钱呢，还答应帮我出国避难，我没有理由拒绝。要是这人有时候得现实一点呢。放过我，这钱我给你一把，你有了这钱，你下半辈子都不愁了。没有灵魂，没有信仰，你还配当人吗？灵魂、信仰，小生，你不看看这是什么世道啊！信仰、灵魂，它能让你活命吗？这些话你跟死去的兄弟们说吧。这里是我爹新投资的一处产业，一直空闲着，从今天起可以当做我们新的联络点。这地理位置很偏僻，领导去很远，不过还是要小心啊，本来空着的房子突然来了这么多的人，会引起别人注意的。这位邻居我已经调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人物，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就说是我的朋友。嗯，我带大家熟悉一下环境。秦老师，这是张叔给您的。我们五个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会尽快递交入党申请书，希望您帮我们转交给上级党组织。
太好了。老张信上写的也是我想的，我支持你们申请入党。谢谢秦老师。大地的幸福安详，绽放和平。